这是节目比较特殊啊。来，这个大家请记得点击一下这么一个真爱啊，赶紧速度开动一下，也过一下任务好吧？谢谢大家，直播室通知我啊，这边的话都给大家信息了，赶紧速度点击啊！谢谢大家，来开麦吧，大帅。好的，主持人辛苦了啊，那个。我寻思本来我是来个特殊的，跟我来不少明星大腕呢。黄坤哥，你这你我就说人家老头搁这等半天了。咱们单说今天呢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正是那 YY 五 D 传媒六周年庆典呢。今天老朽也很荣幸来到这五 D 2046啊。在这里我老善祝愿五 D 传媒六周年庆典圆满成功，亚麻得呀。哎呀，你这老善头，你可别逼逼了啊、哦、我都搁这等着三个多小时了，你逼逼你妈了炮。大家好，我叫满三立，今天呢也很荣幸啊，这来到这2046啊，这个五 D 传媒六周年，老朽呢就祝这个五 D啊，以后的道路上越来越辉煌吧。今天我看这各路网红大咖来的也不少，这礼物属实有点少，一会儿除了网这个榜一以外呀，啊，谁没秒榜的这个啊，今晚上我就给他带走啊，我给他带走。你妈的妈的呢，你这俩俩头磨没完了呢，你妈的妈的，再说你这懒力你真飘了。那我张作霖张大帅那收复东三省也是有头有脸的，那这点面子不给呢，妈的妈那不行的。哎呀，你这大伙这人咋这么多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刘副主任这来到这2046，哎呀你这腾地生辉，哎呀，祝大力哥这五 D 传媒越来越好啊！你说有人赞怎么？我有什么事哪都有你，人都没邀请你，你上这嘚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老师你也哪都有你，他这嘚啥也没邀请你啊？那我就先下，我这不跟大帅来的吗？嗯，好了啊，简单的几段，这些大哥啥的都跟我一起过来，祝愿五弟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越来越好。我就是一小主播，我就是大帅，歌呢我就不唱了，都知道我是一个唱歌的主播。接下来时间留给其他人吧，谢谢黄昏老师。